最后搞这个，麦克还是那个麦克，130。我发现了，是轩怡先动的手。我觉得他用的这个兰蔻196有帮助到他，因为这个颜色就是非常显白，画上去之后那个气场是不一样的，超 A 的御姐范就出来了。我先好拿那个好吗？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你看人家帮忙，你看看你，你看这种叫互动。隐藏任务，男生为女生扎麻花辫，扎一个那个头发也行，就是你看你怎么扎。这感觉跟我们刚才见到的吴宣仪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变乖了。天哪，要酷一点对吧？嗯，还是这样，这样吧。啊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哦，是吗？来。可以可以，王者还是那个王者。其实我有一个，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啊，送礼物了，都一季了，为啥你没学到给礼物呢？忘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做的，是新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试一下吧。好吗？好吗？如果我戳破它好像是电动牙刷改装的，会不会不礼貌？好诡异啊。真难。我跟你说，怪不得他上来第一句话是友谊第一，你在第二。这话是送给你们的。送给我们的。就要你们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这怎么想的呢？就是说会方便就这样刷一刷就好了。对，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，就那种，应该是会给我讨好，对对对。哇，你自己试试感觉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好。你看啊，那个声音。很舒服啊。哎，现在开始轮流换了，是吗？哎呀。OK OK OK，Thank you。好，谢谢，来掌声给麦。